九成宫礼传冥碑，被誉为天下第一冥。此碑立于唐贞观六年四月，又以直言极间著称的唐代名臣魏征撰文，初唐四家之一的欧阳询以楷书写成。魏征记述隋代仁寿宫改建成九成宫的背景，藉此展现隋代帝王肆意纵欲的奢华生活，奉喻如果人顺从己欲，就会好似无底深潭，难以满足。对比之下，魏征称扬唐太宗李世民以武功平定海外后，为国家百姓忧劳成疾，于是修缮仁寿宫为离宫，视为九成宫。宫城内缺乏水源，太宗偶然发现金泉，清澈而甘美。魏征引经据典，认为礼泉出现是上天赐下的祥瑞。他一方面歌颂太宗功高大顺，勤心百语，得到上天喜悦，上善刚强，所赐礼泉用之不竭，同时劝谏太宗要以天下为忧，保持淳朴作风，居高思罪，慈满戒日，这个是永保贞吉的钥匙。魏征歌功颂德之余，不忘针言劝谏，既贯彻了作为帝师敢言直谏的愚者风范，亦塑造了太宗德威并重的典范帝王形象。九成宫礼传冥碑，原碑立于陕西麟游九成宫，位置在现今麟游县城西端北马方河口。据说碑石是采自西安的富平石，石质细腻坚实，此碑被列为陕西省重点保护文物，现藏于陕西省麟游县博物馆。在历史上，九成宫是地灵人杰、名扬古今之地。隋代建造的仁寿宫在贞观五年复制改为九成宫之后，成为了诗人创作灵感的泉源。杜甫、李商隐、王勃等都有相关诗作流传。时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派员在麟游县考察及发掘，证实新城区是九成宫的所在地。后来考古成果更被中国文物部评为1994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。九成宫礼传铭历来被赞誉为楷书经典，行距字距之间疏朗，字的结体长方并用，铭文结字中工收窄，结构严谨，字画出锋而不会过于锐利，用笔精练稳健，果断利落，点画纯厚坚实，而且具变化，书法极见功力，风格却不失精致优雅。此碑是欧阳询76岁时书，属成熟至晚年期间登峰造极之作。宣和书谱誉之为汉墨之冠，与同样出自欧阳询手笔的化道子碑被奉为双璧。文物馆藏本是属于南宋拓本，在清代至民国已被学者青睐，有清代著名金石学者雍方刚提笔。清至现代分别为汪令文、孔继干、王云巢、罗元觉及黎荣森不删堂收藏，利是在1992年将此本转赠本馆保存。九成宫礼传铭碑石历经隋拓，碑石变化甚大。至明初，碑石字口被挖粗，清代碑字枯瘦，已失原貌。据麟游县博物馆人员所讲，现存字迹至少六至七成是后人补刻，因此更显本馆藏本的文物价值。